我要回家喽！哎，这里啊，正好有一个车子。你干啥呢？你去起来，下去！老板，下去！我要坐那车子的口呢？口在哪了？我的天哪！你俩怎么上车的？那都从上边上呀，人都是从这个门里。这门这车子没有门啊？没有。哎呦天哪！这车子那门在哪里了？哎，这不是门吗？我得从这个门里进去。不能过。为什么不让我过？修车呢，赶紧修！我要坐，我要出去玩了，都累死我了。你先上面上，不行，我不从上面上，上面都不行。我是大人呀，我只能坐这儿，我要坐这儿。你起开！是不是不让我上？我让你上，我也让你上，都让我上啊！不让我上太贵了，不让我上，我开快点，我把你给晕，开晕了他。我让你不让我上，我给你转晕了他，气死我了。让我上不上了？上。让我上了啊！我不信这不服了你俩。